掀开经本，第十面啊，第十面第六行啊，第十面第六行，从当中看起。不退有四，以念不退，破无明显佛性，今生十报纷争极光。这个以下给我们解释这个不退转的意思。那么不退呢，通常呢我们都说三种啊，三不退。藕益大师在此地为我们说的有四不退啊，到底这个第四是什么不退啊？第一种啊是念，它的顺序是从上往下数，啊，这个是在大乘法里面是化身菩萨，原教是初住以上。别教是初地以上，这一类的菩萨，他们在断证的功夫上呢，已经破一品无明了，证一分法身，破无明啊，显佛性啊，法身跟佛性呢是。一个意思啊，破一品无明的这个证的一分法身。那么在西方四种净土里面呢，他生的是十报庄严土，极光这个长极光土啊是理啊，前面三种土啊是四相。那么理可以说无所不在，但是我们在凡圣土在方便土里面呢，没有办法认识这个理体，也感触不到，虽有啊不知道。那么到十报土呢，他就能够觉察到真的是理事圆融啊，性相不二，他达到这个境界啊。像《大乘经》上常讲啊，这个身土不二，这句话我们经常读过。古来祖师大德们的著述啊，提到就更多啊，我们听了也耳熟，但是。这个境界是非常的模糊啊，原因就是它毕竟不是我们的境界啊，我们无法体会。但是到十报土的菩萨呢，那他们对这句话呢感到是非常的亲切啊，因为是他们亲自见到的啊，亲自证得的。这个念不退，此地是说的念，就是正念。念念去向无上菩提啊，换句话，到这个时候的念呢，叫真诚啊，没有妄念啊。我们现在这个念头。是在讲正念少妄念多啊，
就是念佛吧，念着念着又想别的事情去了，啊，所以到这个原初住的菩萨了，才决定没有杂念，啊，可见的，我们要想念到没有杂念呢，那还得有相当的功夫，啊，现前有杂念也不怕，啊，有杂念就更要念佛。没有杂念也要念佛，为什么呢？没有杂念，我们就落在无明里头。啊，有念是妄想啊，无念是无明。总而言之，都是麻烦事情啊！一定啊，要好好的念佛。这个第二呢，叫行不退，见思即落。尘沙一破，生方便土，进去即果。这个行不退是指菩萨，菩萨修六度万恨，这个行念去生的，你恨当动词讲，他不会退转到二乘，这叫不退。那由此我们可知，这个全教菩萨有的时候还会退转到小乘。他为什么退转到小乘呢？叫众生难度啊！啊，这是往往叫菩萨退心。菩萨对这个众生的耐心不够啊，就退转了。那么必须到大菩萨了，他才有这个耐心。啊，他就在这个修菩萨道，啊，能够与一切众生的相处。啊，他的定力、慧力高，所以决定了不会退转到二乘。那么这个是生这个方便土，佛在许多经论里面告诉我们，这个二乘人不能成佛。我们这个经典呢，涉及多了，对佛这一句话，我们会同意，我们能够肯定。为什么他不能成佛呢？成佛一定是离世圆融，世事无碍呀！这个二乘有障碍。二乘不圆融，啊，二乘自己修持很不错，但是不能够跟大众接触，啊，跟大众接触呢，他就觉得不耐烦，啊，这个不耐烦就是障碍，啊，这就不能成佛，啊，所以他不能够达到圆融自在。因此我们要想成就无上菩提，也就是要证得华严经上讲的无障碍法界，离世无碍，世事无碍。那么换句话说，九法界众生一定要接触，接触这些众生呢，实在讲就是修行，修什么呢？把自己看不惯的要修得看得惯，啊，把自己在这个里面起分别的、起烦恼的，这通通要磨得干干净净，要把它磨平，这叫修行啊！啊，所以菩萨修六度法门呢，度众生也度自己，啊，就帮助别人也成就了自己。把自己一切分别执着啊
在这个境界里头都磨得干干净净，这才能成佛道啊！啊，所以一个会修行的人，无论在什么环境里，这个环境是逆境也好，是顺境也好，对自己都非常非常有利益啊！但是这个，我们从经典的教训，从事实上来观察，实在讲呢，修行应当先修苦行啊，就是在逆境里面锻炼自己啊，一切都看不惯的，一切都看不顺眼的，要从这个里面去练，修什么？修忍辱波罗蜜，修禅定波罗蜜啊，在这个上真正下功夫啊，什么都能忍了。最后啊，修顺境，这个顺境就是样样都称心如意啊，顺境难啊，啊，这个顺境比逆境还要难啊，这个逆境的能淘汰人呢，淘汰人实在讲并不严重，这个顺境淘汰人呢不得了啊，样样都称心如意，人满足这个境界，向上奋发的心就没有了。那么在佛门里面，佛弟子当中有表演给我们看的，你看在般若会上，金刚经大家念的很多啊，念的人多，须菩提尊者在金刚般若里面呢，这个般若会上他是代表苦行的，禅宗初祖大迦摄尊者也是代表苦行者啊，从逆境里头锻炼出来。可是华严经的善财童子呢，他是从顺境里面练出来的啊，逆境里头啊，修什么呢？修忍辱修这个嗔恚心啊，就是把嗔恚心断掉，贪嗔痴啊，破这个嗔恚。顺境里面断贪爱呀，这个难呐，比逆境难得多啊。所以华严善财童子，这个经上讲，善财童子出生的时候，他们家里面连这个草木都变成七宝的啊，你这个福报多大啊！在那个里面，能够不起一点贪爱啊，这个是功夫圆满成熟啊，比这个苦行那不晓得要高多少倍了啊。总而言之，一句话呢，都是帮助我们断贪嗔痴的一种手段啊，在佛门里面讲呢，善巧方便啊。第三，胃不退啊，这个胃是讲圣人的果位，我们一般讲超凡入圣啊，他是入了圣人这一类呀，决定不会再退转到凡夫。那么这是什么地位？在一般说呢，
小乘出国，小乘出国就证得位不退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证得出国之后，他修行的时间呢，是天上人间七次往来呀，他就证阿罗汉果。换一句话说，他证果的这个时间呢，大致上可以确定，就是相差不会太远就是了。好比我们读书一样，从注册上学这一天起了，就是上小学，这一天到学校就上课了，我们大致上可以确定他念六年呢，小学就可以毕业，这个时间就可以确定了。诸位要知道，佛在经上常说啊，这个凡夫啊，从发心修行到成佛，要三个阿僧祇劫。这三个阿僧祇劫是从哪一天算起？你要知道。像我们这样子不算的，是从证得出国那一天算起，就位不退了。从这一天算起，如果你没有达到这个境界，这就不能算。为什么？你会退到六道去再搞轮回呀。佛讲的三个阿僧祇劫成佛，说个实实在在的话，这话不是我说的，是佛在经上说的。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在楞严经上也看到，在金刚经上也看到，佛给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跟佛的缘分呢，都是很久很久啊。那个无量寿经上讲的，那就时间就更长了，无量劫来，生生世世修积的善根呢。遇到这个法门，才能升起欢喜心。那么无量劫来就不止三个阿僧祇劫了，不知道多少个阿僧祇劫了。为什么我们还没有成佛呢？这个原因就是我们无量劫中生生世世修行，从来没有一次证得出果。好像念书啊，都在念幼稚园呢，从来就没有念过一年级，就没有升到一年级过，所以这个都不算数嘛。如果要是证得小乘出果了，须陀洹了，从那一天开始，就是三个阿僧祇劫成佛，是从这里算起的，我们要晓得。华严经上说无量劫才能证得究竟的佛果，那么他那个算起也是从未不退这一天算起，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未不退，证得未不退了，并没有离三界，这个诸位要晓得啊，他还在三界之内修行，我们尊称他为圣人，他不是凡夫，他在三界里头，只在人天里面来回，决定
不堕三恶道。那要怎样才能证得这个位置呢？佛告诉我们，要将见思烦恼里面三界88品见惑断尽。这个六道轮回的原因呢，是见跟思啊。前面给诸位略略的介绍过啊。要把见惑断尽，思惑还存在，所以他出不了三界啊！必须把思惑也断了，这个六道轮回就没有了，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啊！所以他还在这个六道之中。那么换一句话呢，他不堕三恶道了。那由此可知，这个见惑是堕三途的业因呐，这个东西没有了，就三恶道这语言就断了啊，只是在人天两道往返了。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实在讲不是在上三途，最殊胜的地方啊，就是在凡圣同居土啊。换一句话说呢，就是待业往生啊。所以，在同居土莲花脱枝，永离退远啊。这是西方世界跟我们这边的世界不相同了。只要一心念佛，乃至十念成功的，这个十念是讲临终的十念，不是讲平常啊。临终十念的时候都可以往生，但是临终十念要有条件，确实不是人人能够做得到的。第一个，他在临终的时候神志清楚，不迷惑颠倒，这个条件最重要了。第二个条件呢，临终的时候有人提醒他啊，有善知识提醒他。第三个条件，他经别人一提醒呢，他真的能放下，真的能求愿往生。要具足这三个条件，临终十念一念呢都能往生。但是这三个条件说实实在在的话是相当不容易啊，三个条件都难了 啊。因此我们遇到这个法门一定要珍惜，一定要在平时努力，千万不要有侥幸的心理啊！这一点呢非常重要。那么临终神志清楚啊，这是最大的福报啊！我们俗话也讲啊，好死好生啊，人会堕落到三恶道。他怎么去的？
他是迷惑颠倒去的，也就是糊里糊涂去的。如果他很清楚很明白，绝对不会取三宝的啊。可见的这个临终这个神志清楚是人生最大的福报啊。他来生呢不得我道，来生不受苦啊。这个福报一定要这一生修啊。人不修福，福从哪里来的？所以一定要知道修福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存心呢为善，常常存心呢利益众生啊，这个就是一个福德的根基。这个西方世界我们能去的，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待业往生的，生同居净土。那么同居土啊，就正位不退了。我们这个地方是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土，我们今天生在这个同居土里面，我们没有证得未不退。可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决定是未不退。这个就是西方同居比我们娑婆世界殊胜。娑婆世界的仕途跟十方诸佛如来的仕途啊，差不多啊。那么由此我们也明白了，西方世界的同居土超过十方诸佛的同居土。更殊胜的是西方世界一生一切生，一阵一切阵，生同居土就同时生上三土，阵位不退就同时阵念不退，语言阵三不退，这是真正不可思议。他为什么会这么殊胜？他这个殊胜有三种理由。第一个，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天天见佛，每一天跟佛在一起。第二呢，是时时闻法，西方极乐世界不但佛说法，菩萨说法，六尘都说法啊，所以闻法的时间呢没有中断。第三个条件是常常跟大菩萨们在一起，这样的修学环境，诸位想想他怎么可能退转呢？啊，那么反过来想一想啊，像我们先前这个世界我们见不到佛，很难得的听到正法，围绕我们四周善知识少啊，
恶知识多啊，所以很容易推断啊，就是两个世界环境不相同，我们这个地方推度的语言太多了，就是机会太多了，西方极乐世界找退转的这个机会也找不到，没有这个机会。那么第四呢，这是藕益大师说的，有彼进不退啊，这一段说得非常之好，毕竟不退，不论智心善心，有心无心，或解不解，但阿弥，但这个弥陀名号或六方佛名，此经名字一经于耳，假使千万劫后，毕竟因此度脱。这一段说的非常之好，这是一个事实啊。所谓业力耳根，永为道种，智心是一心，是以真诚心来念佛，善心呢是散乱心啊，像我们现在念佛多半都还是善心，因为念佛当中夹杂着妄想啊，无论是智心善心啊，或者是有心念，或者是无意的念啊，或者是对这个经宗法门理解明了，或者是完全不了解，但弥陀名号，这就是阿弥陀佛这六字洪名，或者呢是六方佛名，这个六方佛名就是指十方一切诸佛的名号，无论是哪一尊佛啊，你在这一生呢曾经听到一尊佛的名号啊，无论是哪一尊佛都可以，或者是此经名字啊，这个经体啊，我们这个经体是佛说阿弥陀经啊，你曾经呢听到这个经典的题目啊，所以这个日本人呢他们念这个佛号的少，他念经体的很多啊，我们接触日本人，日本在此地的教会也不少啊，他们念的南无妙法莲华经，他念经体啊，这个用意也是一样的啊，这是业力耳根永为道种啊。那么这也是不管他懂不懂啊，假使千万劫后，毕竟因此得脱啊，就是因这个原因，他能够入佛门，他能够修行正果。《法华经》上有一个故事啊，说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老人遇到佛，他发心想出家啊，想跟佛出家，这个出家了一定要有善根啊，没有善根呢是不能出家的。那么佛的这些弟子呢都是证到阿罗汉果的啊，都有神通啊，也就是都有须弥通
有天眼通，但是阿罗汉的这个神通的能力只能看500世，500世以外的他的能力就达不到了。所以佛弟子们观察这个老人呢，这500世都没有善根，你怎么能出家呢？这个老人听了呢，就流眼泪，很悲伤了。佛看到了，把他叫回来，给他剃度。大家觉得奇怪了，佛就告诉大家，他说这个人呢，在无量界之前，那阿罗汉当然见不到了，太远太远了。无量界之前呢，他曾经呢是个樵夫，砍柴的，山上砍柴卖柴的樵夫。有一天他在山上遇到一只老虎，和老虎要咬他了，他爬到树上，无意当中叫了一声南无佛，是的，就这一句佛号啊，这个种子今天成熟，他在我这里可以出家，以后果然证阿罗汉果。一称南无佛，皆依成佛道，就是说的这个典故。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道理，知道这个事实，你对你的周边环境的人啊，家亲眷属，你是很慈悲，要度脱他了，你就大大的安心。为什么呢？他们通通都得度了啊！不管他有心无心嘛，他看过阿弥陀佛的佛像，听过阿弥陀佛的名号，可能无意当中也会叫一两声，那不就行了吗？甚至于其他宗教啊，虔诚的教徒也都得度了。不但这些人得度了，这天主教的教宗也得度了。为什么呢？他也称了一句南无佛嘛。你看这个是这不少年前了。这个教宗下达命令啊，要这个天主教的这些神父们呢，要跟佛教交谈。这个他心里头就有佛了，心里有佛，这个种子无量界之后遇到佛，一定像世尊法华会上那个老人一样，必定得度。这个就是叫做毕竟不退。如荼毒谷啊，远近皆伤，舍少金刚决定不消。那么这是有两个比喻，这两个比喻都是佛在经上常常用的用的两个比喻。那么第一个呢，叫这个荼毒谷这是古时候在战争当中啊用的一个武器这是谷这个谷不知道它是用什么样的药物制造的，人听到这个声音呢，这个就不能够受持他对这个经上讲的时候严重的就会丧命那么他自己军队里的怎么办呢？自己军才有解药他配一种解药所以用这个在战争时候用的那么这是做这个比喻
是少金刚，这是另外一个比喻，比喻不坏的意思。啊，前面这个是比喻普及、普遍。啊，这个鼓的音声呢，是听得很远的，啊，普遍都能闻得到的。后面这个呢，是讲它不会坏，啊，这个种子不会坏，啊，这个金刚是吃下去之后不会消化的。佛子之待业生同居境，正未不退者，介于不处居，一介业生必不佛处。大师在此地给我们做一个比较，经中所说的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这个阿毗跋致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就是不退转，啊，这个不退转呢是指念不退，啊，既然念不退了，当然一定包括了行不退跟这个位不退，啊，它上面一定包括底下，底下不能包括上面，啊，这个只要我们真正能够修到待业往生，因为待业往生说实实在在的话，是我们这个世间人人可以做得到的。啊，这也是古德常讲的万修万人去。啊，也就是指这个事实，啊，人人可以做得到的。那么生到西方世界的同居净土，这是正位不退，介于不处居，这个不处是等觉菩萨，西方世界的观世音大士之，我们这个世界的文殊普贤、弥勒菩萨都在西方极乐世界，像他们这些果位的菩萨在西方极乐世界无量无边，不是我们人间这个数字能够计算得出的，人数太多了，我们跟他们在一起，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就是他们是十报庄严土，他们是圆满的念不退，我们能跟他们在一起就是跟他们同类了，那么换一句话说，你也不知不觉也就是圆正三不退了，啊，这个圆正三不退特别要注意这个圆字，假如只是讲正三不退，语言叫初住菩萨就真三不退了，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都是真的三不退，没有到圆满。圆满是等觉菩萨，啊，等觉菩萨才是圆满的三不退，
我们今天跟这些不住菩萨就是等觉菩萨，他们是圆满三不退，我们天天跟他在一起，那也就是圆证三不退了，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啊！这个是西方净土啊，无比的殊胜啊！所有十方一切诸佛刹土不能跟阿弥陀佛比的，就是这一点啊！如果讲世界的庄严，那佛在经上讲的很多，有许许多多这个诸佛的净土，比西方世界殊胜的太多太多。西方世界不能跟他相比的。但是一生到那个地方，圆证三不退，从这一方面来讲呢，那是一切诸佛刹土都比不上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诸佛如来都劝我们念佛求生极乐世界，道理在此地。这个我们也要明了，否则的话，诸位讲的读了许多大乘经啊，佛讲了，那其他还有诸佛世界比西方极乐世界还好，为什么不叫我们去？这个里头是有道理的。他那个好，那是物质受用环境好，被你这个修正圆满，那比不上极乐世界。这个诸位要知道，好比这个学校一样，你这个学校师资好，设备好，这个是第一流的，这你的父兄啊，劝你到这儿念书。另外还有学校哦，他的这个建筑好啊，这个校园大啊，财富比你这个还雄厚，是不是？没有叫你上那个学校，你要想的这个学校有这个学校的好处啊，是那些学校不能相比的啊。这就是师资设备也是第一流的啊。夫上善一处啊，世僧同居即以恒僧上三途。一僧不服是位不退，即以圆证三不退。这个一句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把它牢牢地记住啊。不但自己求生净土啊，这个愿望啊，会真正的生起来，也能够解答不少人的疑惑啊。十方诸佛都有净土，我为什么一定要生西方极乐世界呢？生西方极乐世界道理就在此地。这个是说到最极圆顿，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明白这个事实，就会决心的要学，决定呢要往生啊！这个利益实在讲是无比的殊胜，因为你在任何地方修学，没有这么快速啊！那真的就跟这个《大小乘经》上所讲的。从正得虚脱还果，就是位不退以后，这是三个阿僧祇劫、无量阿僧祇劫才能达到这个地方。你不可能在一生很短的时间成就。西方世界它最殊胜的就在此地。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跟
这些不处等觉菩萨在一起。所以他这个真的四徒是同时的，一生一切生，三不退是同时证得，证得未不退等于同时就证得念不退。那么在我们这个世间，证未不退是小乘须陀洹，证行不退是大乘菩萨，证念不退是化身大士。这多难呐，相当不容易啊！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往生就通通都证得，全都得到了。幕后欧耶大师苦口婆心的劝勉我，如是利用啊，如是就如此啊，这样的能力啊，这样的作用，乃千经万论所谓成有。释迦牟尼佛讲经49年，49年所说的一切经呢，你去查一查，没有一部经上是这样说的。经论里头没有说过，十方诸佛世界里也没有这回事情，唯独西方世界特殊。特别教彼顿悟正因，仅为促成借鉴，生生不退，时可期于佛界者，不可同日语矣。这一段是拿禅宗做个比较，为什么不用其他的法门做比较呢？因为在一切法门里面，禅宗是最快速的，禅宗是顿教啊，顿悟啊，其他各宗是属于渐修啊。但是禅宗不容易，禅宗顿悟正因的，这叫开悟了。悟了以后，悟了并不就成佛，理虽顿悟，事须渐出。理是明白了，烦恼习气不是一下就断得了的，那还得慢慢去断的。他断的比别人快一点就是了，比别人顺利一点，这是真的。但是他也不能呢，在一生当中就断干净了，那个很困难，很困难。所以他要生生不退，禅宗彻悟之后，这个生生不退呀，不容易了。在中国佛教史里面，大彻大悟的人，来生退转的呀，就太多太多了。禅宗里面
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叫三生石。不知道有没有同学们听说过？这是讲的圆策法师，很了不起啊。他能知道过去未来，还是免不了啊，来生呢就投胎呀。这一投胎了，他很难得了，他没有隔音之谜，他前生的事情啊记得清清楚楚。可是还要轮回啊，来生做人也是轮回呀。啊，从老再换一个身体，换一个小孩的身体呀。啊，继续再修啊。换一个身体，他也没有机会跟等觉菩萨在一起，也不能圆正三不退。啊，所以禅宗大德到第二生呢，因为他前生修持有福有慧啊，所以到第二生享福啊，大富大贵啊，聪明才智外泄的非常之多。那么他再死了之后呢，再一投胎就越投就越迷了，每一况愈下了啊，这逐渐退转了。所以要保持不退，那谈何容易啊！哎，这就是佛所说的啊，要三个阿僧祇劫，要无量劫才能成就啊。所以，他跟净宗啊待业往生，不可同日语，这也不能为比呀。宗教之事如何我思？宗是讲的禅宗，教是讲的教相。佛教在中国有十个宗派，这十个宗派里面小乘两个宗，大乘有八个宗，除禅宗之外，那九个宗派都叫做教相啊。所以设宗门教相，就把整个佛教都包括进啊。也就是说，学佛的同学，无论你修哪一宗哪一派，你应当好好的去想想啊，千经万论所谓有啊，一切法门念佛第一了。古德赞叹往生经啊，这个往生经就是指的无量寿经跟阿弥陀经，称为如来正说第一经
教给我们。要用真实的智慧去选择，你要是选择对了，一切祝福都恭候你呀！啊，为什么呢？你这一生要成佛了，祝福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众生快快成佛，看到你在一切法门里面选中了成佛的法门，那他怎么不欢喜啊？所以说祝福欢喜呀。这个论用呢就介绍到此地，下面第五段是讲教相，这一段是说教学的仪式方法，当然这都是从教学对象上来说的。第五教相，此大乘菩萨掌示，又是无问自说彻底大慈之所加持，能令末法多障有情一丝金灯不退。那么此地奥义大师明白地告诉我们，世间有一些人对于经教没有深入的研究，以为念佛求生净土是小乘啊，这个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叫自了汉的。我们读了这一段，不但自己不会再受这些言论的影响，也可以帮助他们认清事实的真相。这个法门是一生圆满成佛的法门，怎么会是小乘？怎么会是自了汉？所以大周大师开宗明义就给我们指示出来，这是大乘，是菩萨掌示。佛说法在一切法里面分大乘分小乘，后人判教判得更细的，有判为五乘佛法。那这五乘呢，像人乘、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这五乘。在五乘里面，这个间经典这个法门是菩萨乘，在大小乘里面它是属于大乘，在十二分教里面这是佛说法的方式，十二种方式它是属于无问自说。无问自说那是佛真实彻底的慈悲啊。那么这个地方讲彻底大慈之所加持，能令末法多障有情啊，有情就是众生，就是烦恼重的人，
障碍多的人，正是我们的处境。啊，换一句话说，我们正好是他所说的对象。以这部经呢，就圆证三不退。这个几句话，给诸位说明白，就是密宗里面所说的无上的观点。啊，这个观点呢，不是用一点水在你头上滴几滴呀，你就开悟了啊，你就证果了，不是那回事情啊。啊，一定要搞清楚，这个观就是慈悲的加持，所以讲彻底大慈之所加持的，这是观。顶呢是最好的法门，依思经等不退也，这是顶法了，这是叫你圆证三不退也，一生成佛的法门，没有比这个法门更高了。啊，所以这个是无上的观点啊。你们在家里头把阿弥陀经从头念一遍，就是十方一切诸佛给你观点一次，你都不知道啊，你看多可怜，还要去找什么喇嘛，找什么仁波切给你弄一点水洒洒头的时候，你认为那个很满意，你看你冤枉不冤枉啊？一切诸佛给你灌顶，你不知道感谢啊，可怜呐，叫可怜明者啊！啊，故当来经法灭尽，特留此经，注释百年，广度汉室。这从这个地方，我们能够体会到，这一部经在整个佛法里面，它的地位，它的重要性。佛的法运总共12000年，这个运呢，人有运，这个看相算命常说，这个人一般人的命运5年一转，5年有个转变，这个运是5年一转的。一生当中有最好的5年，也有最不好的5年。人有妄想，有妄想就有数啊，就落在数量里头啊，那就是命运啊。所以命运是自己制造的，不是别人主宰的。国家有国运，世界整个世界有世运，再讲大世界来讲有世运。佛示现在这个世间，从吉相上来说呢，佛也不能脱离数量，所以佛也有法运，有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根据中国历史的记载，
释迦牟尼佛是周朝穆王53年圆寂的，我们中国的记载。如果按照这个记载呢，算到今天呢，算到我们今年是3020年。这跟西方人的说法不一样，西方人说法今年是2500多年，那不管呢是按中国是按西方的，总而言之都是末法了啊。这个正法1000年，相法2000年都过去了啊，现在确确实实是末法的时代。佛法逐渐逐渐的衰了，衰微了，将来这个经典呢也逐渐逐渐在这个世间消失掉了。曾经有人问我说，在古时候由于没有印刷术，经典都是手写流传的，是很可能呢消失灭掉的啊，失传的，很可能失传。现在印刷术这么发达，成本这样低廉，科技这么发达，这个经典怎么会消失呢？真的，现在要说这个经典在这个时间消失，除非地球毁灭，地球不毁灭，经典不可能消失啊！为什么呢？它已经藏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对，怎么可能会消失啊？那么佛讲这个法灭尽呢，这个话应该怎么解释呢？经典虽然存在，没有人相信，那就消失了，这是真的，没有人相信它，没有人以为它是真的，而且还用现代人自己的思想意见去批评他，这境界就完了，这就叫灭了啊！所以佛曾经，佛在《法灭尽经》，这是一部小经呢，在这个大藏经的经济部里面。经文不长，佛说得很清楚，将来佛法消灭，第一步消灭的是楞严经。那我们看看现代这个社会，对于楞严抱着怀疑的态度就很多了，也有很多的著作批评楞严，楞严非佛说批评大乘起信论的，批评楞严经的很多认为楞严经是伪造的，不是佛说的，这个楞严就失掉了所以佛经将来的消失是这样消失的。所有一切经呢，没有人相信，也没有人认真去研究修学了这一切经消失掉，到最后，这就是阿弥陀经换一句话说，还有一些有善根、有福德的人，听到这个念佛往生呢，他能够相信，他能够接受
我们要问，为什么他能够接受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自己的善根福德，另外一个是看到依这个方法修行的人，他真的往生了，这是一个令人生起信心的很大的一个因素。他对我们鼓励不少啊！在这些年当中，在中国，在台湾，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在香港，这是我经常所接触到的这些地方，甚至于在美国。时时听到念佛往生，有种种瑞相，有不少啊是欲知实知，这个是最难得，是最可相信的。他不生病，晓得哪一天走，有站着走的，有坐着走的。这走得这么自在啊，这个一点都不假了。我们台北年有念佛团李继华老居士往生，旧金山的甘老太太亲眼看见的。他那一天那个念佛会也甘老居士参加的，李老居士那一天晚上跟大家讲经，讲了一个半钟点，讲完之后告诉大家我要回家去了，下了讲台，在小客厅的沙发上一坐就走了，那么自在。他往生的时候，甘老居士给我说，他们这个念佛送他往生的，他敲引擎，甘老居士敲引擎，亲自在场见到的。那老居士80多岁，没有生病，身体非常好啊，讲经的时候声音洪亮啊。说走就走了，所以这个事不必要懂得很多的理论呢，你看到这些事实，他能做得到，我为什么做不到？所以学佛的人非常重要，心要清净，心清净呢，身清净，身心清净呢，百病不生，纵然有病不需要治疗啊，不多久啊通通都好。这为什么会好呢？你自己本身有这个能力，你也要让你的能力完全恢复，你有一个非常好的健康的身心。我到这个世间来从哪里来，去从哪里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世间第一等人呢，这个是世间真正有福报之人。在一切法里面，唯有佛法真实。一切佛法里面，唯有净宗啊，这个效果最为显著。确确实实，人人都能够学的，人人
都可以得到的。那么这部经典，这个法门，一直要延续到佛法灭尽了，他还住世100年。到最后啊，这在佛教里头的分量、重要性，我们看到了。啊，经典还有说，将来《阿弥陀经》也没有了，最后还有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6个字还存在。啊，能念这个6个字的，也都能往生。啊，在显示出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啊，《法灭尽经》上这样说，这个《无量寿经》，我们现在用这个本子，就是夏老居士的汇集本呢，在第45品里面，啊，也说到这段事情。八切陀约，万病总持。这是一个比喻，阿切陀是梵语，它的意思呢是说这种药能够普遍治一切病，药到病除，不管什么病，用这个药通通都能治，所以万病总持，比喻这个经典，比喻这个法门，这个比喻非常之好，因为佛说一切经、一切法门都有特定的对象，不是对一切根性的，它有特定的对象，如果不是它这个对象啊，用他这个法门很难得利益，但是这个法门那就对了，这个法门无论是什么样的根性，通通都是合，绝代圆融啊，不可思议啊！这个绝代就是绝对的，圆是圆满。融是融通，一丝毫的障碍都没有。华严奥藏，法华密髓，一切诸佛之心要，菩萨万恨之思难，皆不出于此也。佛教一切经里面，古今中外的一些大德几乎公认的法华华严是佛法的代表，尤其是《华严经》，中国自古以来可以说是各宗的大德们都称它是根本法门，称一切经叫华严卷书，好比一棵树，华严呢是这个树的根，是这个树的本，本就是它主干，其他的经典呢都是这个树上的枝枝叶叶，所有枝叶都离不开根本，所以华严叫根本法门，一切经呢都归华严了，
那么我们这个经呢，华严奥藏啊，奥是最奥妙的，也是就是华严经的精华。这是华严的精华，法华之密髓也。法华是今天台宗，把它发扬光大。天台大师是从法华开悟的，天台宗不但在中国普遍的弘扬，在日本也是将它发扬光大。所以在这个显教里面，天台之圣超过了华严，华严比不上天台天台的人才辈出啊。法华经也被尊称一乘两义，这个经呢是在一切大乘经之上。法华跟本经来做一个比较呢，本经也是法华的密髓也，髓是精髓也。密是深密。一切诸佛之心要，一切诸佛共同一个愿望，希望一切众生圆成佛道。用什么方法能帮一切众生真正能达到圆满成佛呢？唯独这个方法，这个方法能令一切众生在一生当中平等成佛，这个就难得。其他法门可以帮助众生成佛，不是在一生，生生世世不退那才行，不是一生能做得到的，这个法门是一生成佛。华藏会上法身大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生成佛。我们这个世界的大众念佛往生也是一生成佛，乃至地狱众生要有缘分遇到这个法门肯念阿弥陀佛呢，也是一生成佛。所以它是九法界平等的一生成佛，这个难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所以叫一切诸佛心要啊。菩萨万恨之思难，菩萨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上求佛道，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早一天圆满成佛。下化众生是帮助一切众生呢快快成佛，那用什么方法呢？也是这个方法。菩萨万恨之思难，见不出于此。
这个词就是指这一部经，这一个法门，啊，持名念佛的法门，都不处于这个。所以这部经典我在黄念祖老居士无量寿经注解序文里头曾经说过，我说无量寿经跟说弥陀经是完全相同的啊，这两部经是一部，只是大本小本而已啊。我曾经说，设方一切诸佛如来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经，这是我这么多年来啊自己修学体会领略到的，千真万确的事实。所以过去曾经有人问我，他说法师，像大藏经里如果说只准许你取一部，你取哪一部？我就是我取阿弥陀经啊，我知道这一部经是一切诸佛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法门。月光探索穷劫莫尽啊，要细说呢，那是无量劫都说不清，这个话也是真的。智者自当智之，这是有智慧的人呢，自己应当要明白，应当要知道。